我挺不乐意去扫街的，我不去了，再见。我总感觉这个扫街不是一个好追的。这有点痛，不修机子骚扰的。先叫我翻个窗户撞一下呗。机子慢，四号机亮，二号机亮，小门墓地没人修，差三台，前锋开局不修机子。我炸了啊！这个一厘米撞是真的过分。还要吸压鸟。还真给他吸出来了，难打。这点几点的？
这波不应该打双刀的，那一刀打先知就好了，弹了，结果导致那刀空了就没了。亏呀，打这个不能用双刀，直接打针对就好了。直接去大船吧，大船二楼有人呢。你又没加速，你跑哪去了？这次有了，小心前锋吧。就很烦，他这种，你把金针交了之后，你又不能带走先知，这边他要找人摸去了，又带了这个玉盒，金针骗出来摸人快得很。贪，你记得贪，听见没？不出刀就不交香水。是该嘛，踢脸都不交。哇，这都能空！挂过去手机子了。
这就养好了。我操，真快呀！他这个局不能打杰克呀，打杰克赢不了。带金身打他一刀，他骚扰，不带吧，他也能骚扰。打不了杰克这局。调香师拦不住，你看这边还是调香师探香水死了，他要没。打不了杰克，前锋我日。快点啊！非要给他拦一下，说吧，换个屠夫怎么打都能赢，用杰克怎么打都能输。你看他还嚣张起来了吗？赢两局膨胀了。
不着急啊，我不用火。我没加速啊，我只能依靠这个火来加速了。那翻满了，肯定前锋了。两个人不求机子。杀前锋算了，烦死人了。那鸟我都交了。挑来挑去的，直接杀前锋算了。今天就不赢了，杀一个得了。救啊，直接救。
外边我空姐，还进鬼子，我日！ 把这幽冥也挂了。哎呀，你这个触手乱打什么？ 你敢滑吗？你敢翻吗？ 已经到了。
打他打了，哎呀，我的妈耶！这个触手真的是矮。 大鹏。 哎呀，打到那个了。 吓得分身都焦了，我的妈耶！ 滑，敢滑吗？ 哎呀，真不给力！
真叫躲出手，往反方向走，好像拿他没什么办法呀，我发现。哎呀，完了，犯错了。炸了炸了炸了。刚才应该带叉眼的，不应该带这个东西。带狗没用。这真炸呀！应该带叉眼的，不应该带这个玩意儿。你带叉眼到大房就随便跟你玩，无所谓的。魔术师不是特别好追。魔术师和前锋，我也没放。躲起来了，好快啊！
风没来。我没记错的话，黄衣好像没有切刀来着。拆掉了。那是真的快呀，我也没修完呢。睡觉在这。小僵尸在跑，三连。滑，你看你滑也不是，你不滑也不是。这调老师心态都崩了。你说他滑吧，吃出手；不滑吧。哎呀，我日，硬是把他苟活了。
不敢动。嘿呀，真的给力！往这边挂，等会有球让他转到房了就脏。来来来，我就在这边放一万个出手，我这边来就。我终于知道这二级技能有什么用了，多个触手按 T 是没有冷却时间的，三个触手同就不停的按 T， 有几个触手就能用几个，就不停的有，根本救不到人。我就说这二级技能怎么感觉一点卵用都没有，只不过这只能针对一个人，多人不行。电击我有点虚，所以不敢去打针对。哎呦我日，这个刀！
这搞翻车了。看看有没有汽油刀。那铁脸哪都没有汽油刀，我日你不，没有汽油刀。哎，别指机械师啊！还在指机械师。哎，你终于指魔术师了，哎呀，不容易。确实会玩啊，打针机械师无伤，哦不对，不是无伤，没有减速球机子。修了修了，你修我挂人。他就等地窖了，他直线往地窖那边跑。怕电机亮，即使可以锤，真就吃一刀想转，想坐车。这能让你坐上，那还得了？我操，还真坐上了。
帮他把灯关了，这个佣兵。你关灯，踢你鼻子。那是真的怂，空姐也不修，先知也没修，等的就是这一刻呢。这祭司必死，你不把他弄死，等我打长洞就在这绞死，烦的一批。查一台机，看有没有。你在干嘛呢？我也修完了，那消耗护臂去。还多修了，真狠。
还真回手掏了。平了。黄衣的话，能往小门走就往小门走了。加速空姐，怀表空姐。哎，就很美滋滋。感天动地，兄弟行呢。这我要炸了呀！一直在白起。今天就锤你，这手长的哟。
什么？换啥呢？我，哎呀，头都大了，不换了我。这边又要打受伤，又要守机子，我很难受啊！弹香水，该，好好香水不提前交，非要弹。哎呀，我日，这地下口等着了都，人都傻了。